姐姐跑好快哦，彰化县300年，姐姐你知道吗？彰化县已经300年了哦，因为它从很久以前就有这个地方啊，彰化县，然后这里是彰化县政府，彰化县300年，彰化县，彰化县县300，它年的话可能太难写，它就没有写，或者是它位置不够了。走吧，我们往前走。没有。不然呢？字太大了。线很难写。哦，线的话它也是，对啊。更难写。那应该就是它位置不够，它可能那时候距离。很大啊。哦，那有可能它没钱了吧？它没钱在做那个碾的。哇，这里有一个。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好大的圣诞树哦。不要摸那个有电哦，怕被电到，要小心。这是超大圣诞树，这个上面都是兔子诶，姐姐，兔子诶，它这个圣诞树可能是过年，对，春节树，春节树，兔子好漂亮啊。那么白，如果春节树最上面不要放星星，最上面放一个春联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就有过上面就放一个春，对，就有过年的气氛的。这也是彰化县政府啊。啊，我怎么选的？对对，没关系，它可能沿用了而已。Go， 走吧，我们往前走，再探索一下其他地方。